我妈祖还有千里眼、顺风耳、杨金蛋，下棋。有龙哎，有鲤鱼哎，有龙有鲤鱼哎。柳营国义号，天后宫。柳营国义号，天后宫。柳营国义号，天后宫。那个叫菩提树哎，这叫菩提树，这样小小棵就有结菩提子哦，小小棵就有结菩提子哦，菩提子要掉地上啊，掉地上也是妈祖庙的财产，不要掉。哎呀，这个黑黑的纸跟那个黄公菜、红中菜、金银花结的纸都很像，久了都变黑色了，金。黄公菜的哈，拿这个黑黑的纸来撞，就可以长出幼苗。那就连这个纸掉地上都是妈祖庙的财产，所以不要拿，不要捡，让别人去捡吧。可以放天后宫。不喜欢导演吗？我有带什么会有那个东西吗？连垃圾也不可以捡，一斤高吹吼，一斤按两万高吹啊，按几多万啊？200斤诶。先靠下去。一直栽第八日福，一直栽第八日福。大家好，我有去佛山观音岩遐祭祖啊啦，有去佛山观音岩遐拜拜啊。请问来拜堂要交偌济钱？